你要不去歇会儿，我在这排着。你第一次来医院的收费处吧？怎么样呀？角色互换了，体验一把病人的感受。以前在办公室还真没注意，真没想到每次化验啊、交费啊都要跑上跑下，太麻烦了。你要是院长就好了，还能来个大改革。灵感来自于一个叫熊顿的病人。哎呦，看你这思路，身体应该没什么问题啊。不过还是要注意啊，如果今天晚上烧不退，明天就要考虑到肿瘤门诊去检查。好，你是医生，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答应的这么痛快，没有条件啊？你把人家想成什么人了？你是为了人家的健康，人家怎么可以这么恩将仇报呢？好，靠着。哎呦，真慢。你去坐会儿吧，我在这排着。人家怎么好意思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排队呢？你每次发烧都这么会耍流氓吗？何止耍流氓啊，改天还以身相许呢。